全球代言人王一博潮酷演绎 Avisu 2021秋冬男装系列，2021年8月27日，上海，日本高端潮流品牌 Avisu 2021秋冬男装系列上线，再次创造全新风格的奢华秋冬单品。本季 Avisu 秋冬新品风格多变，将创意理念融入每一处细节，突破风格界限，增添神秘艺术色彩。秋冬专属面料与色彩的加入，让 Avisu 多了一些温度，潮酷少年也会有温暖柔软的一面。跟随品牌代言人王一博一起为街头升温。 Evergreen 本季围绕传统文化及神话故事，运用崭新物料演绎传统题材，颠覆上一季度的优雅艺术风格，以经典和优秀的工艺打造创意奢华单品。传统文化系列采用新面料，更新经典造型，颜色的组合以浪漫的深红及正红色为基调，搭配原牛的靛蓝色，为造型增加精致和神秘感，展示复古时尚风格。另外带来从视觉冲击转化为充满触感的创新日本风系列，透过不同光泽布料及质感的材质处理，加入大量创新元素，以灰蓝色、午夜蓝及水洗丹宁等冷色为主调，并用银白色点缀，充分体现日式风格的轻奢元素。配合 Avisu 品质至上的精神，本季加入更精致奢华的灯芯绒丹宁布和水洗立体提花丹宁布，提升系列的价值感。选择不同纹理和质感的丹宁布进行拼接组合，再搭配铆钉、金属扣、多口袋等设计细节，将工装元素与牛仔单品完美融合。复古经典款格纹西装和灯芯绒外套也是秋冬必备流行单品，掀起秋冬温暖复古潮流。 Avisu Curl 秋冬系列重新定义品类可能性，透过不同品类之间的混合创意，衍生出造型与功能性兼备的全新单品。秋冬2021 Curl 将以当代艺术的方式迎来崭新的奢华系列，打破以往单一强调多角度变化的绣花工艺，取而代之的是混金色的绣花效果，形成新的视觉体验。以卡其色、灰色、白色为主推色，加入奶茶色、粉色等柔和色彩，多样性的面料和低饱和度的颜色对碰，诠释出浓厚当代色彩的日本系列。除此之外，还有洞穴潜水主题的高端运动系列，以包容性大而高级的莫兰迪色调与炫目色系融合，透过石墨灰点缀出柔和的高级感。满地丝绒拔翼立领外套牛仔是本季主推单品之一， Avisu 对布料的处理和 Curl 对创造潮流的把控互相碰撞，将高端感的奢华面料应用在运动系列当中，分别以满地车花粘合布、浅杏色牛革、超柔软的羊毛面料结合休闲运动款式，打造出高端感及舒适度兼备的休闲混搭风。 Curl 一直以来强调品牌的态度，从而延伸至勇于尝试、不断创新的独特品牌调性，甚至应用在产品之上，诞生了 Curl Nu 系列。本季的 Nu 系列透过流行的登山活动所看到的云海景象为灵感，从云海兼备的视觉体验启发出混重设计的概念，同时结合岩层的质感和断层的结构，延伸出一系列从服装图案到细节的款式。为了完美呈现色彩丰富而且多变的云海主题，Nu 系列将数码印花工艺运用于梳织、针织面料等不同材质的面料，还原大气云海风貌。同时，各种可拆细节、拼接面料及断层式的拼接都呼应登山时所需的功能性及山上岩层的特性。而不论真假拼接的款式，同样的为休闲感的宽松版型凸显出层次感，表现出混重风格的特色。结合营地地标的符号与品牌的加花图案，透过重复性的品牌口号营造出营地标语的图案，运用 Never Back Down 及 Be Fearless Be Limitless 呈现出永不退缩的品牌态度。 Avisu 于1991年在日本大阪创立，名字的灵感来自日本神话中的 Avisu 惠比寿，亦称惠比须。咦，日语品牌最初每天最多只能制作约14条牛仔裤，并由人手在每条牛仔裤的后袋绘上海鸥图样，亦因为这份对牛仔裤的热爱及对细节一丝不苟的态度，令 Avisu 很快便被有着极高要求的日本时尚界所喜爱。
而且更掀起了一股席卷全世界的古镇牛仔裤热潮。 Avisu 30年来的坚持及专注，为品牌赢进口碑及好评，成为不少牛仔裤收藏家及潮流人士的最爱。享誉国际的同时，并没有减少品牌对品质的严格要求，而匠心独具的核心价值早已经根深蒂固，更成为牛仔裤史上的一个经典。 Before anyone did anything, Avisu did everything. Avisu 的标语灵感来自披头四成员约翰列侬 John Lennon 赞赏摇滚之王猫王的名句 Before anyone did anythingElvis did everything。 猫王以其创意音乐及精彩表演成为摇滚乐的经典人物。作为牛仔服饰的先驱， Elvis 以独特纱洗工艺及精巧细节见称，并致力实践公司标语的精神，令 Elvis 成为牛仔服饰的不朽象征。 Elvis 在牛仔裤及服饰中常常借由经典的图案及文化向全球潮流人士展示日本的传统文化，同时间亦希望透过大胆的设计元素展现其永不安于现状的态度。2015年 Avisu 借着品牌念五周年之际推出全新的 EV Shocker O 支线，并以 Beyond Black 及 Beyond Denim 作为口号，打造出更富有冒险精神及青春玩味的服饰。 Beyond Black 代表了 EV Shocker O 除主打黑白两色外，更会配合当季主题或流行的色调提供多元化选择。至于 Beyond Denim 则代表了 EV Shocker O 的可变性时尚元素，将现今最流行的 High Street 街头风与功能运动元素结合，推崇集休闲与时尚于一身的运动造型 Athleisure Look， 为 Avisu 品牌历史开创全新的一页。